勇气与荣耀。四，会师狩猎场。晨曦挥洒在这古老的荒原，塔西难得独自享有着安静悠闲的时光。在这雄狮卡斯统治的鹿谷王国里求生本已不易，更何况还带着五个孩子。对于塔西的五只幼崽，住在舒适的巢穴里恰似天堂一般。牛羚群正在迁徙，他们必须迎头赶上。幼豹的体型现在足以应付首次出征，带着这群家伙可真是不容易。他们活泼好动，一点也不守规矩。塔西的当务之急是穿过开阔草原去寻找猎物。对幼豹来说，一切很新奇，但其实充满危险。所有的动物过他们而言都高大威猛。勇气，动物们越来越多，迁徙的兽群如期而至。不单只是西塔一家，狮群们也都已再次守候。精彩的狩猎剧场即将拉开大幕。真是一次精心的冒险。塔西家族已到达目的地，好在五个幼崽安然无恙。幼崽们急切地补充着水分。然而塔西即将与狮群相遇，卡斯会手下留情吗？欢迎收看《勇气与荣耀》第五集。在南岸王国，莱拉带领狮群开始备战。或许是老了，他会预料将遭遇此生最大伤害吗？